乐天桃园啦啦队可说是美女如云，除了话题性最高的林湘之外， Yuri 陈怡瑞则被不少网友公认为颜值最顶的女神， IG 累积超过44万追踪，经常在 IG 更新美图的 Yuri 特别选在520这个日子放送海边福利，只见她身穿浅紫色比基尼，对着镜头露出甜美微笑，同时展现出纤细小蛮腰曲线，巧妙融合了可爱与性感两大优势，加上复古照片特效也是别具风情。 Yuri 也在文中写下，大家520快乐，我爱你们，特别的日子能跟特别重要的人待在一起，94开心，再加上屏东垦丁的好天气，好幸福啊。